这里的尸体堆积如山，四肢四分五裂，竟然有6万具之多，喂肥了附近的野狼野狗，太惨了。您见过白骨累累堆积的像山一样吗？您能想象年仅7、8岁的孩童矿工被摧残致死，丢在坑洞中无助和绝望吗？这里有6万多具白骨，都是同胞们的生命，都记录着日寇的罪行。他们的死状有的扭曲变形，有的四分五裂，形态各异，惨不忍睹。最令人心痛的是，有的尸体还紧紧地抱着已经死去的小干尸，仿佛在诉说着亲情的伟大与生命的脆弱。在1937年，日寇发动了令人臭名昭著的七七事变，开始了全面的侵华行为。他们在大同杀人夺煤，这些白骨就是他们可耻行为的罪证。今天是清明节，我站在万人坑前，仿佛能听到那些人的哭泣。点上关注，我们一起去探寻那段沉痛的历史。这里是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梅峪口矿南沟的万人坑，在这片曾经煤炭资源丰富，如今却哀嚎遍野的土地上，历史的痕迹令人心痛。它见证了一段黑暗的历史，无数的矿工同胞的尸骨被无情地丢弃在坑洞和烧人场中，化作了这片土地上沉重的记忆。这块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就静静地屹立在这里，诉说着过去的苦难与伤痛，碑上还镌刻着大同煤矿万人坑的字样，仿佛在告诫我们不要忘记那段屈辱的历史。日寇入侵这里时，他们疯狂地掠夺这里的煤炭资源，为了满足他们的贪婪欲望，他们从山东、江苏、河南等地以欺诈和暴力的手段将无辜的农民强行带到这里，迫使他们成为劳工来采煤。他们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被迫连续挖煤15、6个小时，稍有不慎或因病劳累力不从心时，便会遭到毒打和折磨。而这些无法承受折磨的生命最终会被无情地扔到万人坑中。在大同就有20多处万人坑，这里是最大的一处，光这里就有6万同胞遇难，一共加起来得有多少同胞长眠在这里呀？在清明节这个难忘的日子里，来献上我们最深的哀悼和敬意。进来以后会发现这些地上醒目的数字就是日寇侵略大同的年份了，从1937年踏入这片土地到1945年被我们英勇的同胞驱逐出境，每一步前行都承载着那份沉重的历史。再往前右侧是一座巨大的铜像浮雕，它生动地再现了那段黑暗的岁月中悲惨的场景。日寇霸占大同煤矿8年时间里，实施了惨无人道的以人换煤的政策，对我们的同胞进行了肆无忌惮的侵略与剥削。浮雕上镌刻着2串触目惊心的数字，上边是1400万，这是日寇在侵略期间从大同煤矿窃取的煤炭总量，每开出230吨煤，便有一条鲜活的生命消失。而下边令人心痛的则是6万，代表着光这里就有6万遇难的矿工，他们的生命就这样被无情的夺走，永远长眠于地下。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段悲惨的故事，都是一条消逝的生命啊。穿过浮雕墙，一会儿咱们就能看到一片密密麻麻的无字碑林，穿过碑林便是万人坑的洞口了。走在这条路上，我的心情非常的复杂，深深的痛恨那些对我们同胞施加暴行的日寇，他们同为人类怎么能下此毒手呢？用如此残忍的方式夺取我们同胞的生命，实在是令人发指。这里最初的发现是在1966年，一名放牛娃在山上放牛，看到洞口，出于好奇就上前查看，结果看到密密麻麻的白骨层层叠叠地堆放在一起，吓得他赶紧汇报，才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，也找到了侵略者的铁证。第一次来这里是我上5年级的那个清明节，小学的校长带着我们来献花，当时需要爬山才能到达，没有这样的路，也没有无字碑，只有上下2个坑洞，现在真是被很好的保护起来了，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。大家把勿忘国耻，铭记历史留在评论区，让更多的人都能铭记这段惨痛的历史。眼前的这些台阶每踏一步都显得格外的沉重，每走一步都意味着我们离同胞们的白骨更近了一分，眼前就是无字碑林了，肃穆而庄重。或许你会好奇，为什么这些碑上没有名字呢？那是因为当年日寇战败投降之际，为了销毁证据，竟然毁坏了所有矿工的资料。那些从4面8方被骗来服役的矿工们，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，甚至有人试图想
篡改历史，否认那些血淋淋的罪证。然而真相是不会被掩盖的，这里就是最有力的证据，他们无声地控诉着日寇的残暴行径。在这片矿区竟然有20多处骇人听闻的万人坑，那段日寇侵略的黑暗时期，他们成立了大同煤矿株式会社，肆意掠夺资源。他们不仅将我们的同胞残忍地扔进万人坑，更加设立了烧人场，将他们活生生地烧死。尤其是在1942年，当大同煤矿爆发传染病时，日寇竟然将患病的以及他们认为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人无情地抛弃，扔到了废弃的窑洞和坑中。经过考古学家深入的挖掘和考察，这些死者平均的年龄在32岁，绝大部分都是非正常死亡。可以想象他们在临终时是何等的绝望和无助，这是怎样的一段令人惨痛的历史啊！这座令人心痛的万人坑分为上洞和下洞，我们首先来到的是上洞。从这块牌子上我们就能看得出，这里呢标高有1175米，洞宽5到6米，深40多米，竟然有这么多无辜的矿工们永远的安息在这里了。透过这扇玻璃窗，我们就能看到里边心碎的场景啊，密密麻麻的白骨全部堆积在这个坑洞里，想想就觉得当时是怎样的一个惨烈的一个状况呀，真的是太心痛了。从1937年的10月到1945年的8月，长达8年的时间里，有6万多名矿工在这里丧生。这些矿工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，每日被迫下井长达10几个小时，食物和水都是极差的。他们的食物仅仅是发了霉的红豆面和粗糙的新压面，喝的都是井下的脏水。居住条件也极其简陋，100人挤在一个窑洞里，盖的都是破麻袋和废纸片。许多人因为抵抗力差无法工作，但是一旦是这样的话，就会被残忍的打死，或者直接扔进万人坑里。在矿井出现异常时，他们仍然得下井工作，而一旦发生事故，他们就只关心机器设备的抢救，对劳工的生命置之不顾。在1938年梅峪口矿9号工作面冒水时，导致120多人困于井下15天，除了8人幸存以外，其余人全饿死了。他们根本就没有把这些人当人看，他们对生命如草芥一样，可以被随意的践踏和剥削。这是一段充满血泪和屈辱的历史，我们应该铭记于心，永远不忘了。从这个台阶下去就是万人坑的下洞了，这里的深度竟然达到了70米，一具具的白骨竟然垒了那么高。这些同胞们的遭遇是那段黑暗历史的缩影，也是日寇可耻行为的罪证。隔着玻璃都能感受到惨烈的一幕幕，白骨层层叠叠，毫无规律地散放着，有的躯体已经断裂，头颅滚落在一旁，好像是在控诉着命运的不公，有的颅骨上插着铁钉，留下一道道触目惊心的伤痕，而那些向前伸手的手骨仿佛仍在挣扎，想要逃离这无尽的苦海。他们的哀嚎虽无声，却震撼着每一个人。这些可怜的矿工平均年龄竟然只有32岁，最小的只有7、8岁。想想现在7、8岁的孩子还在家人的呵护下成长呢，而那时的他们却要在黑暗的矿洞下背煤，遭受毒打，最终悲惨地被遗弃在了矿洞中。他们临死前的绝望和无助真的是让人心如刀绞啊！那些被日寇用欺骗手段带来大同的全国各地的贫困劳工，在恶劣的环境下，在刺刀与皮鞭的恐吓下，却被沦为了万人坑的牺牲品。附近的那些野狼野狗都肥得流油啊，都是被这些尸体给喂肥的呀。哎呀，我真的是想想他们这些行为都觉得惨无人道，惨绝人寰，毫无人性啊。你们说说日寇的行为是不是惨绝人寰呢？眼前这块中日友好的慰灵碑，虽然说是日方送来的，但是它真的能抹平他们曾经的罪行，弥补在中国犯下的过错吗？它真的能期望获得我们前辈的宽恕吗？我们是没有资格代替祖先去原谅的，那些空气中弥漫的哀魂也不会忘记的。
日寇或许可以选择不提那些中国劳工的悲惨离世，也可以试图掩盖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死亡数字，但是那些森森白骨是真实存在的，他们不会如同空气般消散。这里似乎弥漫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悲伤与哀嚎，每一声破岩声的回响都仿佛在诉说着往日矿工的苦难与不公，他们的残魂似乎仍在飘荡，哭诉着那些血腥与暴行。希望大家都能铭记这段历史，不要让悲剧重演。此刻我的心情无比的沉痛，在清明节这样难忘的日子里，愿逝者矿工同胞们能够得以安息。日寇在中国所犯下的种种罪行，我们永远都要铭记于心。南京大屠杀、万人坑等等，都是日寇血腥侵略的证明。1945年战败投降，那些暴徒也离开了中国，却留下了再也不能回家的这些森森白骨和一缕缕的哀魂。血仇不能忘，暴行不能忘，这段黑暗的历史将时刻提醒着我们勿忘国耻，铭记历史，珍爱和平。